OneNote 在群组页面的右手边提供了随机抽人、倒数计时与同学互动的工具。按下随机抽人，您可以选择一次抽选几位同学以及倒数几秒。设定完成后，按下开始，就可以自动帮您选出班上的指定同学。若同学表现良好，可以在这边直接给予奖励。选按倒数计时，您可以直接在这边指定倒数计时的时间，按下开始，就能为您的活动开始进行倒数。